江秀芝，对面这孩子你认得？认得，2月28号，我领他回了家。佳怡，我是奶奶，我找你，我一直在找你。奶奶，佳怡，你为什么不回来找奶奶呀？那孩子在外边没少受罪，把这些情趣内衣穿上，一会儿做点有意思的直播。穿不了。别打人了！你年纪小小的，这招怎么得罪？我能发生什么事？我都会相信。要跟过去较劲。现在奶奶在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好的。我还是头一回回家看到人，头一回有人给我暖被窝，你们能不能也帮帮他？光。